神心言牧师交给我一个新的题目，福音就是唤醒生命，这是人归向神唯一的方法。福音就是唤醒生命。我收到陈牧师交给我的题目，知道今日我是第一讲，然后下个礼拜是第二讲，继续第三、第四，一共有五讲。这个题目又美丽又有挑战性，我好欢喜。但我又想，这个题目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？我祈祷，我思想，我就发觉约翰福音记载拉撒路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呼唤拉撒路唤醒生命，这就是福音。刚才弟兄已经很清楚读了这一段圣经，我要麻烦众弟兄姊妹再将这一段圣经读一次，将它藏在心中。福音就是唤醒生命。请大家看你手上的讲义，或者看银幕上打出来的经文，大大声同心合意将圣经话读出来，藏在心中。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说，福音就是唤醒生命。我祈祷，我思想，天父就带领我想起这一段圣经。耶稣在坟墓门前大声呼唤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被唤醒生命就出来了，面上仍然包住手巾，包住他的面巾，身上仍然缠住那些裹尸布。耶稣吩咐将布解开，让他行走。福音不是锦上添花，让我们在加拿大有食有住，前途光明，咁嚟礼拜堂做下礼拜，唱下诗歌，是一个高尚的娱乐，是一个高尚的俱乐部。不是，福音是雪中送炭，是生死之争。我何等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位亲爱的朋友、亲爱的来宾，甚至我们亲爱的基督徒、亲爱的会友，你都继续不断地经历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唤醒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，人生好像死了一样，
甚至有时有一啲基督徒信咗耶稣，生命都好似死咗一样，充满了死亡的绝望。让我哋听见佢呼叫我哋嘅名字。圣经话耶稣基督按住名字，按住每一个人嘅名呼召我哋，让我哋唤醒生命。我哋死去的人生得着唤醒，有新嘅活力从坟墓里出来，解开我哋嘅面巾，解开我哋身上嘅裹尸布，让我哋行走。然后陈牧师又交俾我一段圣经，喺路加福音。我又想起另外一段圣经，又系喺路加福音。呢两段圣经都是耶稣基督唤醒生命，然后他对这两个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你的困难解决了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你的罪赦免了，你的困难解决了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解开他面上的面巾，解开他身上的裹尸布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让我们思想这两段圣经，请大家先看第一段圣经。我们从罪恶中被唤醒了，这个是归向真神唯一的方法。请大家一起将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女人，圣经称她做罪人，她怎样被唤醒了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请大家一起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全体会众大大声的，齐齐整整的，每一位都参加，将这段圣经读出来，藏在心中。我们一起读，那城里有一位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个女人称为罪人，圣经说她是个罪人。究竟怎样罪人呢？我们不清楚，圣经没有说，或者她在生活行为上有些不检点的地方，或者甚至她的职业不是好的职业，以致到她被称为罪人。无论如何，人哋唔尊重佢，人哋唔看重佢，佢被人看轻，被人睇低，佢冇地位，佢冇荣耀，佢嘅人生充满咗羞耻羞辱。圣经话佢嚟到耶稣基督嘅背后，在那里喊。我相信他不是为着他的罪喊，他已经喊了很多，眼泪都喊到光晒干晒的了。
呢一次佢嚟到耶稣背后求耶稣基督赦免，佢知道耶稣基督爱佢，肯赦免佢，佢系带住感恩的眼泪嚟喊，佢喊系感谢耶稣基督赦免佢嘅罪，佢满面眼泪，甚至佢嘅眼泪滴落嚟，滴湿咗耶稣嘅脚。佢觉得好唔应该，佢觉得好不配，所以佢唔系用手巾，唔系用布嚟抹佢嘅眼泪，佢跪低，用佢嘅头发嚟擦干耶稣脚上佢滴落嚟嘅眼泪。佢呢个动作有两种不同嘅解释。法利赛人就话：耶稣知唔知道呢个女人是个罪人？点解耶稣准许佢同佢咁亲密，用头发嚟擦佢嘅脚？太亲密啦！但系仲有第二个解释，耶稣基督觉得呢个女人佢嘅罪得着赦免，佢感恩的眼泪滴湿咗耶稣嘅脚，佢唔系用布，唔系用手巾，唔系用衣服嚟擦干，佢跪下嚟用佢嘅头发擦干，系极其感恩、极其尊敬耶稣基督嘅表现。佢就对请食饭嗰位西门弟兄话：西门，西门，你请我食饭，我入嚟嘅时候，你有冇同我洗脚？你有冇同我用布将我嘅脚擦干？你冇同我洗脚，又冇用布擦干我嘅脚。但系呢个罪，呢、这个女人，佢系罪人。他用他的头发极其尊敬我来擦干我脚上他流的感恩的眼泪。当我读陈牧师交给我这一段圣经，我就想起约翰福音记载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。那个女人圣经记载话，当佢行淫时被捉拿，当然唔系同佢嘅丈夫，乃系同另外一个男人有淫乱的行为，当场捉住。法利赛人不但要对付呢个女人，甚至又藉住呢个女人借住呢个罪人嚟对付主耶稣，佢将佢带到嚟众人嘅面前，公开对耶稣说：按住摩西嘅律法，呢个女人与人行淫，行淫乱嘅事，应该用石头打死。我哋系唔系现在就要用石头打死佢呢？佢要逼耶稣去到一个角落，不能转身。若果耶稣话好，你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死他啦，他打死了这个罪女人之后，就转头来闹耶稣：你说你拯救罪人，为什么你又不拯救他，这么残忍将他活活用石头打死？若果耶稣说放了他啦，放了他啦，他们将个女人放了，然后转过来闹耶稣：你完全没有道德标准，你破坏我们犹太人的道德标准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社会将来破坏都是你，没有标准。所以耶稣说打死他，